关怀一下我们这一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。那在这里不计前嫌，希望大家那逐一的来领取这个物资。因为今年呢是我们天圣宫办理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呢，第十年了。那我们大家所有的委员有讨论过，所以就是今年让它就是扩大办理。